这是主机，这才是编码，这才是解码。它们都是通过网线公链的，编码通过 HDMI 线接的是电脑的数据屏信号，电脑在跑秒。解码通过网络拉着它的 VI 流，通过 HDMI 线输出到这台显示器。从编到解，端到端的延时是80多毫秒。